好的，我们开始吧。由于我上次那个我在昨天有做一个影片，就是比这三关这三个比赛，影片出了问题了，所以必须重拍。所以我们今天将会再带大家玩一遍这三个杯赛这十二个游戏。那么我们进入游戏吧。选择这些东西，找到有什么东西分数比较高的，然后就做这个。开始了，有人跟我一样，就是用这台车。我擅长的赛道啊。不知道这里有像马车一样的那个那个炮真快。如果炮真快了，可以用，可以按下那个叫什么？按下那个屏幕，使它减轻伤害。完美 ，perfect。完美到不得了。
什么奇怪的连击？啊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，生气了！生气就要快点乱打。哇塞，太棒了！就有人在搞偷袭。没关系，那我们再来下一关。大概长这个样子、啊。有玩过的人应该都知道，香草如果没有加分的话，大部分都是没有加分的。应该解力，一个怪就是谁？这个超人，哇，我就是神射手啊！算了，要怎么逃？打到了，打到了，打到了，好极了！又来了一个 ，yes。Yes, four combo. 那么我们来带各位的一样啊，完成这些任务啊。一字不漏，一个关卡绝对都不会剩下，全部都按下。很好，很好，这个左右左。完美。还是二十个，没关系，我值。什么？还剩下两个喽。加分的啊！
没有人理我，我可以简单过关。有新纪录了是吧？先朝 EX。又是新的新纪录啊！下一位吧，马六赛道一，马六赛道一好像一个摩托车型在的，就这样简单带过。那我们就速战速决吧。哎，为什么这么多的东西？冲刺速度有明显的提升。结束。9406。
结束。1.168，好像多了0.02吧。哦，多了0.03，完美啊！很好，那我们进入下一个关卡，狂热率最高的闪电加成。好啊，下一关吧。好，开始吧。这个我就不吃了，一样要留给天鹅玛丽欧啊。给雨欣角色吧。分数也全部都得到了，这样子就新纪录了，好极 ！Next， 人烟三 R 而已、啊，不是。
可能你要把所有的杯赛全部玩完，12个杯赛全部玩完，2小时是跑不掉的。将会把这个打完，并且在这个巡回赛做出结尾。期待我的金管会抽出什么吧。那么大家再见了。